注意看，老总坐火车出差去倒水时，无意间看见地上坐着的美女，感觉很眼熟，立马蹲下来仔细地看了看，认出了是多年未见的初恋。原来3年前美女父亲病重，不想拖累正在创业的男友，便默默地离开了男友。你咋在这儿呢？魏平。哎，老总表示自己要出差，想把初恋介绍给朋友看，却忘记了初恋最好的朋友也在。看着远处熟悉的面孔，美女傻眼了。